老公，吃饭啦！来点，哎呀，这全下酒菜，这个球啤酒的。嗯，我不去，一天就知道欺负我，以后要喝自己拿去。我还不伺候你了，输不了了呢，就知道欺负我。我吃饱了，你吃吧。我给你吃的吧，我喝点酒得了。主食不吃了。你看都给你泡了，你就吃吧。我吃饱了。快吃吃它吧，哎呀，下药了咋的？快吃。下啥药？你看你说的。肯定有问题，快吃。没问题咋不吃呢？来，米线煮好了。粉丝先吃，热气腾腾的啊！这大米线先尝尝，嗯，好吃。嗯，看这锅里啊，加锅里的，加我俩碗里的，一共是一袋啊。喜欢吃什么配菜，你里边就放点。我今天放的油菜、豆芽还有香菜。然后包括里边还有肠，喜欢吃什么配菜放什么配菜，筋道爽滑。嗯，真香啊！一定要尝尝。大冷天的来碗热米线啊，吃完之后真的是特别的舒服。老公，今天有鸡蛋的给你啊。哎，等会儿，我不信你，你没那么好心。鸡蛋给你，这里边肯定有猫腻啊。哼哼，嗯嗯，一换三。我说给你这个你不要，你偏要那个，看没看见，看没看见，我这里还一大块肉。来吧，今天你先选，你选这大的还选这小的？这大的小的你把辣白菜拿来，天天不拿钱去，你咋吃？行，来这回选吧。 我可能挑大的。哎，嗯，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嘿，哎呀，金饭碗太像样了，河粉看，哎呦，还有三个鸡蛋，太爽了，嗯，吃啊！我等会儿吃。这咋吃？那你有啥呀？不告诉你，肯定比你的好吃。嗯，
看吧。偷鸡不成蚀把米吧，长套路啊。吃饭吗？你就泡一个小辣盆啊？啊，我吃包子。包啥馅啊？肉馅。啊，那是辣白求的。啊，行。给你，我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嗯，那我吃。吃饭吧。哎，等会儿，俩辣椒吃一碗米饭了。这不还有萝卜皮和辣白菜吗？你吃吧，给你吧，我吃酸辣粉，这一天可咋整？哎呀，哎呀，你就抱我。